我是简少恩，第72届的建中人。别跟我一样，像你一样才是幸福的。幸福，你到底要说几次？我就是不知足。祈求神明保佑我不再平凡，让我也有一个灿烂的高中生活。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自由的，很自由的灵魂不代表我们能拥有自由的人生。什么时候叫我什么样？那个陈金龙上一学期吗？你够了没？求求你放过我了吧！如果一切给出来，你还愿意吗？聪明是你的福分，不要辜负所有人。